好，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下周讲天气的时间。现在土台家过来关心今半年的天气。现在看卫星云图，今半年早上时节哦，两片覆盖海水的部分有几大片的云呢，所以到了个早二十天的时节，金门的部分有两个日脚，好显明的哦。韩国呢，南部的部分有两个云呢，每位对流发展作用起来。今半年又系吹两个南风，偏西南风的关系，所以到了下周时节，两片呢就系由中南部天气、东南部天气的为首，会有两个雷阵雨，韩国有短强的阵雨会发生。而呢进一步透过气象局发布的降水预报来看，今半年。到下周两点开始的时节，有两个因为下周对流作用发展好强的关系，所以全台湾各地的山区、从下中部的山区、南部的山区，韩国有台台北地区，会有两个台水，韩国有局部的短局部的台水了短强阵雨会发生。上头下呢，两个气象局没有到两点半时节发布的推中韩国有导线主力片，又发布了台语的提报。韩国有西南部的天气的山区，没有发布了台语的提报。韩国呢就是因为了解关系呢，所以到中南部韩国有好降了解山区的平地呢，没有了解短暂阵雨会发生。可能呢，以下了解气温的乡亲朋友会感受到，以下会有了解很多台水的情形会发生，所以特别要小心着哦。韩国呢，到了下周开始，到了南部开始呢，就会转到了解南头的山区。韩国有南东南部的山区会有了解短暂的零零散散的雨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不过如果就会慢慢到半日就会慢停下来嘞，所以俩短时间呢都好有系青年办的时节哦，所以有几部民间有一句老古年哩，会老大家分享，就会青年唔惊，青年办的鬼是惊青年办的水哦。底下前几年认为西南部。有东南部地区呢，韩国有中南部地区，连连今日因为西南气流个关系又落掉台水，所以呢，会出现了个波台水个情形。所以呢，了下呢，就系了下又系下周开始有了个雷阵雨，韩国有台雨会发生，所以我特别注意，就系老了个会分享给问大家。我讲咧，了解天气形态，未来寒气预期会维持。你透过了解地面天气都做得看到，了解因为太平洋高压常常对等四片世界关系，所以呢，两片呢就系有了解二十天的时间会有好热好热的关系。我讲到了下周开始，因为了解春光好热。韩某台认为就是了解太平洋高压，韩某完全逐渐推翻了，所以到下周开始对热对流发展作用的关系，所以有了解短暂阵雨，韩国有台风雨的情形会发生，所以了解雨就是维持到两个礼拜都是安样的天气形态。不过呢，老前几年西南气流影响中南部，影响渤台水的情形。不过了下呢，就会影响好些嘞，所以了下就有东岛的中南部地区，搭帮了解好天气的时节来做看景小图。了下呢，就来看一下中南部地区、台南地区两片看景小图的情形。台南南区台南里职工打造就同台南市环保工人员感应下期心理，尤其是最近落太雨了后。台南万里之水，受理漂满门之声。台南市环保局四月两日也展开37期清洁训练营，出动几百个结合社区职工加入整理环境。其中的重点就是持续容器的清除。环保局的真帮忙，派人来甲社区到有清理啊，结合咱社区的职工。来做自生员清除。我们环保局出动47名队员来整理台南里的活动中心、公园、道路上新建路，这样啊预防性登革热执行动作。台南市基金全球由市里日本农业改案，立下当系天降日较为发生的时节。根据台南市卫生局统计，半夜处监测到立下，有卵痛平均阳性率34.75%，比上一期减少41.85%。虽然降低，不过了了没注意就会变作滋生源。目前40%以上的社区应该进行统一执勤，尤其落太雨了后，受理持续造成滋生源，民众应该很加注意。那我们总卵例数是28773例，
是有比上一期减少2826例，因为可能是大雨的关系，把握以后七天内把积水容器清除。河南市政府提倡在礼拜四南溪流感药渐渐变好天，也拄好系进入太阳持续容器界好时机，尤其系较快持续界地下室同菜园、花园入到断水容器，向下期居民主动多拍细细的，防止天降雨威胁。记者温进芬台南报道。河头下呢，气象局又针对了解山区的部分，又发布了台语提报，从了解新北地区，还有新北岛台中两片，又发布了台语提报。还有呢，两片西半部的山区，又总共有九个人士发布了台语提报。所以了下呢，除了很事件，与以下可能会有很多台水的情形发生，所以每特别会更新到哦。最末呢，会提醒大家，两段事件呢。这段时间就要特别注意照相时间为有行业行业的天时的形态。不过到了下周开始呢，因为对了发展作用的影响，所以呢下周开始有各地的山区没有了解类情绪，还有局部的台语情形会发生。所以这段时间呢，还是记得出门会带点遮。